《侏罗纪》送给大家。到达现代文明，一共要经历多少次暴雨？这个冰淇淋，就闭起眼睛，循环一百遍一首歌曲，看到第26遍的电影。是什么结局？热带的旅行，要避开雨季。我拍了拍你，关掉了手机。不如让阴天放晴，天数星星，到了夜里，就在被窝里。做什么事情？做什么事情？我全都听你。你会有压力，就这个压力，浪漫主义不很和谐，就乱了天梯，旅行的轨迹就套进梦境，就相互心机，方向交给你，每天烦恼里全都是奇遇。是专辑最后一首歌曲，感谢有人包容我的任性，又或者一起回到侏罗纪，时空的平行，远古的山林，有狮子下棋，偏偏输给你。不如让阴天放晴，天数星星，我到了夜里，就在被窝里，什么事情？什么事情？我全都听你。如果你会有压力，就这个压力，浪漫主义不应和谐，走乱了天梯，旅行的轨迹，这套进梦境，这晨昏心机，方向交给你，每天烦恼里全都是奇遇。回到侏罗纪，我拍了拍你，关掉了手机，回到侏罗纪。